大家好，我是尾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体验手作饰品的课程。不知道大家对手作类的课程有什么样的兴趣？因为我知道很多手作类的，什么戒指啊、耳环啊，或者是手作的，什么木雕啊等等的很多。那我其实每个东西都很有兴趣，只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。所以今天呢，刚好朋友的妹妹有在开这方面的手作课程，所以我就找了我的朋友一起去做体验。那我们就出发，带大家去看看吧。回到家啦。首先呢，因为我们是在咖啡店里面做手作饰品，所以人多呢就很吵，所以我就只有附了影片给大家看，手作影片给大家看。那我的话呢是做了这个毛球，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在我朋友那，因为我们不想要两边，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是成对的饰品，所以你会比较容易撞到跟你可能戴一模一样的饰品的人，所以我就跟我朋友互换了，他的是羽毛，他特别爱羽毛。那课程的难易度呢，我觉得是简单又好上手的，因为它其实就是算是组装类的手作饰品，它没有什么比较繁杂的工序这样子。那你有不懂的地方呢，其实问老师，老师也会很仔细的讲解，然后告诉你怎么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你不会或者是你手残什么之类的都不用。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啦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自己去找相关的课程来上。那如果是对我朋友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他 IG 的资讯呢留在下方的资讯栏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来看，然后跟他联系这样子。那今天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呢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。那如果你也可以留言你平常有什么有兴趣的手作课程，然后可以提供给我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去尝试看看，然后打开帮我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那我下次更新新影片呢你才不会错过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